宝贝，你怎么了、啊？月经来，肚子好痛。那怎么办？很痛吗？当然很痛啊！好想要吃甜甜的、幸福的东西哦。甜甜的、幸福的什么东西？就是甜甜幸福的东西啊！怎么看啊？我以为你很了解我。你这样怎么让我开心啊？你都不懂。是不是我帮你买巧克力呢？巧克力。你知道巧克力里面还有少许咖啡因，虽然有止痛效果，一旦血糖开始下降，会造成更大的落差，情绪会变得更不稳定，甚至影响到体内荷尔蒙的平衡，会更不舒服。啊，那你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出去了。女生月经来都变了一个样。师傅，肚子好痛。